2017年，这时代是数位时代，使用科技来取代。设计师被顾客欺压刁难，然后黄牌设计师三人仍然在这设计界存活。这时来了一个飘向北方的顾客前来挑战，究竟黄牌设计师与顾客的战争会鹿死谁手？到底是客户得逞，还是设计师顺利交件？知我不告诉你，你自己想。哈哈哈哈，今天的设计稿终于完成了。哪来的野狗？哈哈，老夫是客户卡尔斯多摩，前来讨教一二。好，放马过来。哼，好身手。你也不赖，好一个嘴上功夫。老夫要的就是苏打的绿，王主的蓝，伯年的橙，思玉的黄，还要带点俏皮的深深的。三炷香后，老夫必前来验收成果，倘若你慢待此事，老夫必追根究底。哼，吾等定让阁下心服口服。阁下不是说好三炷香后？话虽如此，那么简单的 logo 也做那么慢，看来老夫是白跑一趟。哼！且慢，阁下请留步。虽说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概念图，但是还请阁下过目一番。哎，这种小事用不着我们金牌设计师出手，由我铜牌设计师佛陀寿前来领教一二。嘿，你这个荒不可理喻。嘿，嘿，嘿，哈哈哈，嘿，你才不可理。嘿，嘿，嘿，铜牌设计师输了。哼，废物。大哥且慢，就由我来为三弟报仇吧。以拉斯瑞德。呵哈，仇。群废物，看来今天我金牌设计师就要出手了。普瑞米尔波，这事情不错，这黄很私欲，这层很薄黏，我已经无法再挑剔了，就买下吧。哈哈哈，老夫对你们太失望了，别再浪费彼此的时间。嘿，这里有1000块，想必你一定没有看过那么多钱吧？1000块，大胆的去挥霍吧！嘿嘿嘿。原来在顾客的心中，1000块是多么的、多么的、多么的……唉，天下的设计师倒不如去卖鸡排吧！愿大家暑假快乐。